寒假甲春节将要到，加上亚洲部分地区疫情升温，嘉义市政府呼吁民众及早完成接种新冠疫苗，才会当降低春节期间返乡以及旅游人潮众多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。为了鼓励尽早完成接种，自即日起，符合接种资格民众只要伫嘉义市接种任何一剂的新冠疫苗，都会当获得精美的礼品，数量有限，送完为止。国境解封，加上农历过年准备来到，真侪伫咧国外的民众拢会倒来台湾团圆，甚至是做伙出门佚佗，即拢可能造成疫情的再度升温。所以，嘉义市政府卫生局特别提醒，五岁以上的民众已经会当来注COVID-19疫苗的对打剂，因为疫苗伫咧注射了后，大约要两礼拜的时间才会开始产生保护力。现在注射产生保护力了后，才有法度来降低着跨年有存在返乡含都有人潮流动的疫情传播风险，维持着社区正常生活。为着鼓励大家爱赶紧完整来做 COVID-19 的预防针，对这入去只要符合着注射资格的民众，到嘉义市 COVID-19 预防针合约医疗院所来接种任何一档的 COVID-19 预防针，拢会当得到精美的礼物一份，数量有限，送完为止。相关资讯会当到嘉义市政府卫生局的网站来查询。卫生局嘛提醒，请大家赶紧来注意防疫，同时嘛得爱做好着个人的卫生管理。如果出现疑似症状，就爱赶紧快筛就医，同时爱听医生的建议，赶紧吃药啊，来降低着重症和死亡的风险，守护家己阁有厝内底人的健康。最新新闻，杜定顺、王小山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！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， 一起加入我们吧！